马来西亚心灵法门共修会马六甲分会三周年庆，今天有千人联谊会。在马来西亚义宝分会千人联谊会，还有巴生分会今天有千人联谊会，还有台中共修组分享联谊会。 及我们的佛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呢，台长给大家在遥远的澳洲带来祝福。因为我们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因为学佛是学我们内心的。 科学，一个人要懂得内心，他就懂得人类的精髓。当一个人学佛之后，他会懂得慈悲众生、明心见性。所以佛法是推动世界和平的良方。我们。 以慈悲实践和利益众生之行，我们以戒为师，要修行内心的环境，要以觉悟实践人类精神的净土化。所以，当一个人能够有学佛的信仰。 实际上，就是理智的延续，因为我们人不能作为一种在人间欲望的产物，所以生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不管在人间有多少惊涛骇浪中，都是为名为利，到头来，人生一场空。 所以，在人间，随着时空幻象，让我们饱尝着人间永远的悲欢离合。所以，我们今天学佛了，我们是有智慧的，我们是懂得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变得越来越有觉性。 所以，一个人的成功，一个人的理想，是来自于自己的觉性圆满。所以呢，要懂得人生，知人生，就知梦幻。因为，当我们已经过去的岁月，不管给我们带来多少伤悲，我们知道这是过去。 当我们今天学佛了，我们就应该有更高的境界，来克制自己对人间的一些诉求，要用一颗纯洁的心，要凌驾于自我的欲望和人生的习性之上。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学佛。 学佛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学佛实际上就是跟自己的自私和跟自己的欲望产生一种争斗，要能够战胜它。所以，师父经常跟大家讲，一个人最难战胜的，并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一个人。 整天想改变别人，那是个愚者。要能够想办法改变别人，实际上你就是在钻死胡同。因为别人不会随着你的意志而改变。如果想让别人改变，我们就要改变自己。一个人如果想让别人学佛， 你就得自己好好学佛，所以我们要看淡风云，我们心应该在佛界，人在人道，但是我们的心要懂得在天界，所以为什么在人间每个人的境界不一样？ 同样，有的人活一生是为众生的，他重于泰山；而有的人活一生为自私为自己，轻于鸿毛。所以，学佛就是让自己彻底的醒醐灌顶，让自己能够终生开悟。所以，希望你们这么多学佛人，要能够摆脱自我的困境。 现在全世界这么多的人，都有忧郁症，有四亿三千万人。想一想，这些都是因为心灵的创伤所受，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放下自我，每一天多想着大家，你就会慢慢的放下小家，每一天都懂得众生。 你才不会牵挂自我。每个人都想着国家，国家会强大；每个人都想着世界和平，这个世界将会变得更加和蔼可亲。所以，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整个世界超人类异世界的一个光明的亮点。所以。 我们虽然活在人间，但是我们心要像宇宙空间般的伟大。我们要感觉到在人间很多的无奈，而且要感觉到这个世界在人间是无常。所以想一想，我们年轻时候很快的就过去了。 我们现在也会很快的过去了。学佛人不应该执着于任何一个物体、任何一个个人。这个人能够有这种思维，他就是真如。可能很多人还不理解这些话中的各种含义。 师傅简单的告诉大家：，因为当你不贪某一件事情，你就会变得无欲则刚。一个人为了某一件事情，不停的想去追求和得到它的时候，你的心就会慢慢变得贪然。当你不停的想去追求一个让你得不到的东西，你就会慢慢变得。 身心不自然，会进入自己在人间的一种假我之中，所以，我们经常说，人生犹如舞台，在台上，你在演戏，最后当你离开了舞台，离开了人生，你还是回到自己的真我，所以希望大家。 要懂得，在这个世界当中，一切都是空的、假的，它是无常的。一进入戏中，你就成为一个假我；一离开舞台，你就是活在真实的自我当中。就犹如很多人见了人就说：“你好啊，我很好，我什么都好。”回到家，烦恼、苦恼。 全部接踵而至，所以真正能够学佛的人，要懂得空气中有，土壤中有，石头中有，身内身外、身内身外都有。那是什么？那就是我们的虚无。为什么？都是空的。就像师傅举个简单的例子，我现在面前这盆花。 现在你们看到是真实的。我问你们：几天之后，这盆花在哪里？就如我们的童年，我们现在在回忆起童年，它又在哪里？就犹如我们的祖先，当我们现在在回忆起他们的时候，他们又在哪里？所以人生，什么都是带不走，所以。 过去的我已经不是我了，未来的我还没有出生，当下的我又是将来的谁呢？所以，真正学佛的人，就是活在超脱人间烦恼之中，而没有学佛的人，他就活在。 庸人自扰当中，天天在烦恼当中痛苦不堪，所以人的一生，师父告诉大家有两个一半组成，人的一生有一半是醒悟的，还有一半是在失误当中度过的。就像我们现在回忆起我们一生。 我们失误的东西太多了，所以人不能执着世间名利，忽略了我们真正内心世界的佛法和我们内心世界的啊，这个真正的啊内心世界存在的那个我们的佛的这个我们说根源啊佛源，所以。 佛陀在两千五百年就说过：“众生皆具佛性，我们最原始的本性就是我们的佛性。所以，当一个人碰到苦难的时候，他会哭一样；当一个人看见别人伤心的时候，他也会难过一样。这些都是我们原始的本性，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好好保留的善良的人的本性。这就。” 佛法经常讲的叫慧根。刚刚他们秘书处跟我讲，说师父你上次给马来西亚开市。可能讲的太深了一点了，啊，他们不是太听得懂。我想我今天可能前面几句，你们大概又会觉得有点深了，希望你们不要介意。 多听几遍，好好开悟。人不能总是活在痛苦的过去。我们懂得，一个人如果经常回忆自己过去，会给自己带来忧郁。我们做人要离开烦恼，你就能迎接新的生活。所以。 什么是新的生活？记住了，所有的弟子们、佛友们，新的生活就是马上开始，把过去要告别它，把过去难过的事情、做错的事情马上忘记，放下对我们生活当中过去和现在的执着，让现在。 安然的活在当下，也就是让现在能够活得自在一点，不要让自己活在难受，这就是你的新生活。所以，当一个人整天活在难过当中，实际上问问他，你能对你过去生命进行修改吗？ 你过去所做错的一切，和对不起的长辈，和对不起的朋友，和自己曾经做过的不好的一些事情，你有什么办法对你生命进行重新修改？台长曾经跟大家讲过，人生是一趟没有回头的列车，人生是一个没有再度选择的。 一个空间，无论你多有钱、多有力量，你都无法回到过去。所以过去再去想，也回不来。人生就是要活在现在，现在要过得好，现在要过得自在，现在要懂得我每一天都活着，活在。 自由自在的心灵当中，活在能够帮助到别人、让别人开悟的世界当中，你就拥有了这个世界。所以，所有的过去，包括你的家人和你现在，仅仅可以拥有的现在，去改变你的未来。改变未来最重要。 就是控制住你的现在，所以今天种的因，明天会变成你的果；今天种的善因，明天会变成你的善果。学佛人能够控制住今天，就等于改变了自己的未来，你才能彻底的解脱你的过去。所以，现在才是我们真正的。 生命的源泉。今天我们还活着，没有生恶病，没有让自己在欲望中倒下来，没有让自己生活在痛苦的忧郁当中，我们就是开悟。所以我们要放下，我们要懂得失去对现在的信心。 生命就会枯萎，所以很多人说我做不到。别人劝他：“你想开一点吧。”“我想不开呀、啊。”“你放下吧。”“我放不下，我难过，我实在不能原谅自己。”所以，很多人活在别人的指责当中，活在别人的眼睛和嘴巴里。 所以别人伤他一句话，他可能会无限的回到家中伤自己一百次，失去了今天，你没有今天生活的勇气，你就会失去希望，慢慢的时间长，你就会保不住内心的纯洁。所以学佛人要懂得，真正的纯洁就是。 要有对这个世界要拥有充满的希望，所以今天呢，啊，师父跟大家做一个小开示，呃，我也希望你们呢不要简单的从刚刚开始学佛开始，要深入的了解人生的真谛。佛法中讲人生的真谛就是苦空无常。 因为这个世界一生过来是苦的，因为这个世界到最后我们什么都得不到，那是空的。因为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每每一天饱尝着变化无常的痛苦，所以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拥有它长久。就像我们亲爱的自己的父母亲和祖宗长辈一样。 所以人生要学会想开、想明白，所以我们要学会做人要干净，心灵要纯洁。我们不管在人间吃多少苦，也要明白，人生只是一个短暂的生命，只是一个从有到无。 和从无到有的转换的过程。我们到人间，什么都没有，最后我们拥有了这个世界上以为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最后我们又必须放下这些东西，带着一生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有的人能够在一生当中。 一段时间，啊，能够啊，成就自己的理想。啊，用现在话讲，就是在某一块地方，啊，自己家庭也好，社会也好，啊，这个呼风唤雨。但是，他的一生在烦恼相随，终生不得志，最后带着遗憾离开人间。 所以，人的一生是荣是枯，是福是贫，因缘果报，半点不差。所以，一个人不追名不追利，那就叫放下；一个人不贪不恨别人，那就叫开悟。想得开、想得明白的人，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也希望我们广大的学佛人，把自己的境界提高，不要怕学佛难。因为这些能够真正解决你生活当中烦恼的一个点。因为当一个人一个念头想通了，你可能一辈子就想通了；当你的一个理念想不通，可能你一辈子就活在痛苦当中。 所以，真正学佛的人，是想开、想明白。我们人生就如一辆火车一样，从人生的起点到最后，没有一个人能够陪伴你到终点站的。我们爱我们的母亲、父亲，也不会陪伴我们到终点站；我们自己的伴侣也不会，孩子也不会。珍惜每一段姻缘。 感恩每一个对你帮助过、对你付出过的人，那就是你的因缘。当你得到他们的帮助，你就得到了善果。所以珍惜就是惜福，惜福的人才能珍惜，因为珍惜别人的感情，珍惜别人对你的爱，珍惜菩萨对你的慈悲。 你本身就是拥有智慧的人，所以一个人能够成功，就是珍惜得来的。一个不能够珍惜别人，只知道自己享乐的人，这种人，他不能成佛，他不能成菩萨，他最后只能成为一个人间自私的人。所以，希望你们要好好的学习，要好好的懂得在人生。 到底应该做些什么？所以人的感情也会破掉，人的一生在烦恼的时候，你会慢慢的变得越来越执着。台长今天讲一些，还有几分钟时间，给大家讲一些简单的理念啊，让我们马来西亚。 这些共修会的佛友们，让你们来理解一下。实际上，人生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只要在你的意念当中成熟，你会发挥它的意念的能能量。有些人啊，发现一些奇怪的现象，凡是父母，特别是母亲。 对子女生活学习关注越重，这样的孩子往往学习很优秀。这些母亲到了中年之后，身体都不是太好的时候，那么实际上就是他们因为年轻的时候为孩子身上付出的太多，而那些对孩子比较放任。 不大上心的父母亲，到了中年之后，他们的身体居然还都很不错。这就是我们说父母亲的心血，就是念力和念，就是我们说放不下。所以，当一个人在祝福别人和祈祷别人的时候，他的能量也会有外施作用。所以，人家说，为什么受到别人的祝福？ 讲祝福的话和祈祷，那么会不会在被祝福的身上产生一种效应？是会有的。这就是说，所以为什么宗教一直存在的一种原因，因为当别人受到你的赞美的时候，他会产生一种兴奋和很难控制的自制力。 来激发自己内心的一种希望和欲望，所以这一神奇的力量，就是能够让我们现代人进行很多自己认为不能做的事情，产生的一种希望。同样，诅咒别人也会大量消耗自己的能量，而祝福别人。 说别人好，你就会产生自己的能量，因为当你在祝福别人、说别人好的时候，你自己就会先从自我身上得到一种好的转换。所以，祝福为什么能够让人会有精力充沛？为什么表扬别人能够让人家越做？ 越有劲儿，这就是正能量，这就是人需要的一种内在的一种正念和正能量。所以学佛的人就是给你拥有这种正能量。当一个孩子不愿意读书的时候，爸爸妈妈会说：“孩子，你读得很好，你一定能考出好成绩。”这就是正能量的加持。所以信仰也是这样。 虽然信仰有不同，但是有个共同特点，那就是要求有信仰的人、学佛的人要诚、要信、要善。所以，我们做人诚实，就是对人讲信用；学佛人诚实，就是有善心的人。善就是要与人为善，多多的帮助别人。 所以，经常帮助别人的人，你就拥有了善缘。所以，我们不管信什么宗教，我们对信佛教也是这样，要深信不疑，常保持自己心中的善念，那个能够得到菩萨的保佑。所以，当一个人很诚实的时候，他会。 得到对方的一种诚信的许诺，所以当一个人在撒谎的时候，会让对方感觉到你一种虚无缥缈的意念在闪动，这就是一种能量的加持。所以，我们经常要口吐莲花，赞誉别人，表扬别人。学佛人就是要能够克制自己的欲望。 让自己善的尽量发挥，让自己恶的要慢慢的先把它去除，然后再把它消灭。所以意念的善和恶铸造了一个人格和人品，所以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你铸造成功与否的一个奠基石。 希望我们每一个学佛人都能够扬起自己的正念，用自己真正的一种学佛对菩萨的一种尊敬，来改变自己的一生。先从自我改变，然后别人才会改变。自己像菩萨了，别人才会像菩萨。自己都不能改变自己，更何谈去改变别人？ 所以今天在马六甲、啊怡保还有巴生啊三千人的这个联谊会上，台长给大家做个简短的开始，因为很快能见到你们，师父要来开法会，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好的学佛修行，大家记住了，相信。 慢慢的，就会有成功的希望产生。一个人对自己所爱的人，对自己所有能够帮助自己的人，对他产生一种信任感，你可能会得到他无限的帮助。当一个人能够让别人产生信心的时候，实际上他自己就是一个学佛的菩萨。 所以希望你们好好努力，包括我们台台中的那个共修会，啊，也希望你们好好的学佛，好好的把中华传统的文化弘扬，好好的把自身的境界提高，在人间就做一个好的菩萨，在人间就能够让所有的人变为有善念、有理想，能够舍去。 小我成全大我的大成学佛人，谢谢大家。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里，希望大家好好努力学佛。我想开法会的时候，师父也不会跟大家讲了这么深，啊，比较生动啊，会举很多例子，因为今天呢。 啊，只是一个小开始，啊，希望大家好好努力，把师父说的话好好的去啊，在脑海当中思量一下，然后才会彻底的明白我们人间应该怎么生活。学佛了，已经境界提高了，不是一般的人了，是菩萨了。所以希望大家要以菩萨的境界来严格要求自己。 成为一个很好的学佛人，好，谢谢大家。